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编这款包包。非常适合夏天穿裙子背。准备42根藤条，牛油果粒10根，珍珠白32根，两个颜色都在中心点对折，折出一个明显的痕迹。藤条的颜色可以和我的不一样，大家自由搭配。准备好后，两根两根为一组，把42根藤条编成21个独立的田字格。注意，编的时候同一个颜色搭配在一起，白色和白色搭配，绿色和绿色搭配。我们来编第一个，左手拿一根藤条，右手拿一根，右手套左手，套好之后把左边下面这一片反折上去，然后右边下面这一片从这个孔里反穿，拉紧。这样一个独立的田字格就编好了，大家重复这个做法，再编20个独立的田字格出来。21个独立的田字格编好，来把它连成一条线。首先拿出一个绿色的田字格，这是第一个；再拿出一个白色的田字格，这是第二个。先把这两个连接。连接的方法是绿色这个田字格的这两根条和白色的这两根条合起来编成两个田字格。来看一下，先把这一根条折下来，再把白色的这根套上来。套好之后，这片反折，这片从这个孔里反穿，拉紧，好，连接起来一半了啊，还有另外一半，就是这两根也要合起来编成一个田字格，转一下，把白色这片折起来，绿色的套上来，这片反折，这片从这个孔里反穿，拉紧。这样子就连起来了，接着以同样的方法来连第三个。这个绿色的是第一个，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呢要和第二个相连啊。这样子，好，先把这根折下来，在这里拿一根套上来，反折，从这个孔里反穿，拉紧。这样就连好一半了，然后转一下，把这两根再合起来编成一个田字格，编法是一模一样的。好，三个就连好了，接下来以同样的方式，再加两个白色的田字格过来。又加过来两个白色的田字格后，白色的一共有4个了。第一个是绿色的，接下来4个是白色的，接着是第六个，第六个呢又是绿色的，连法还是一样。这个绿色的加好之后，又是加四个白色的，它的规律就是一个绿色，四个白色，一个绿色，四个白色，以这样的方式把21个田字格都连起来，连法都是一模一样。按照规律把21个田字格连好后是这个样子，开头的第一个和最后结尾这个都是绿色的。这样子连好之后，我们来找交叉点编田字格，从这个角落开始，从这个地方。看一下啊，这两根条是平行的，像这种平行的呢就不编，给它放在一边。这两根是交叉的，交叉的我们就把它拿起来编成一个田字格。好，把左边的折下去，右边的套上来，套好之后，这根反折，这片从这个孔里反穿，拉紧。这样一个交叉点就变成一个新的田字格了。这三根又是平行的，你就不管它不编；这两根也是平行的，不编。然后找新的交叉点，看这里有一个交叉的，那就继续把它拿起来编成田字格。这个编好之后，这两根又交叉了，也是一样，把它编成田字格。编好之后，这几根是平行的了，就不管啊。这三根也是平行的了，就不管。然后这根和这三根都交叉，那和这三根都编成田字格，就相当于这根要这样一排的编上来。
好，就把它变成田字格。好，这一排编好之后，这些是平行的，这一排的这四根也是平行的。那我们再找新的交叉点，就这一根，就是往这边这样偏的这一根和这一排都交叉，又把它编成田字格编上来。这一根编好，这一根又和这一排相交，又是一样，编成田字格编上来。这一排编好后，开始这一根和这一排来编。好，这一排呢，我们只编到这一个就停下来了，就是最后一个不编。编到这里倒数第二根停下来，停下来你就会发现这两个田字格呢它是一样高，看到没有啊，一样高。接下来呢都是编成平的，给它平平的过去，就是和这个一样高。这个呢是看一下观察一下，这里有一个全绿的，全绿的上来的这一个，后面的呢都和这一个一样高，全绿的上来的一个都和它一样高，这个和它一样高。我们这里还有一个交叉点还可以编的，但是我们要和这个一样高就不编了啊。这样摆平的看，它是在一条线上，然后就下一根，下一根呢是这根啊，还是和这排编，但是编到这里就是和它一样高就停下来了。来，我们把它编上去。好，这里到这里和它一样高呢，就停下来了啊，和这个一样高，这三个是在一条线上，看到没有？其实也就相当于这里还有一个交叉点，最后一个交叉点不编就可以，你就记着。好，后面的呢，我们这几根是平行的，然后这根和这几根都相交，又用这根这样编上来，编到这里和它一样高的时候停止，也就是最后一个交叉点不编就行了。编完有这根，然后这根大家自己去编，一直把它都编过来啊，编法都是一模一样的。往这边甩的藤条子全部按照我说的规律拿起来编完掉后呢，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之后，我们旋转180度。转过来，这一面呢，一模一样的操作方式，也是从这个开始啊，这里。好，自己把教程倒回去看就行了，两边都是一模一样的做法。还是这样，拿这里的一排一排的编上来。这边也一模一样的编好后，是这个样子。是一个两头尖的四边形，现在底部就完成了。我们起脚边高度方向，因为一些平台发布视频有时长限制，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后面的部分大家看下个视频。